是我爱的太蠢太不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。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鹏音乐，我是小峰峰。平静的生活需要音乐来增添一点活力，每隔一段时间网络都会爆火一些热门音乐。今天小峰峰就整理了最近爆火的三首歌曲，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的菜吧。 Number one， 落日与晚风。最近大家有没有被这首歌刷屏呢？小峰峰可是在各大剪辑视频下都发现了他。都有一片绿洲，再也不敢轻易施展温柔，怕再下雨。这是首合作歌曲，由 InK、王星辰和苏星杰演唱，于今年七月初发行，短短半个月时间就达到了6亿播放量，势头很猛。这首歌旋律抑扬顿挫，歌词感情深刻，特别是女声一出来，就仿佛沉入着落日余晖。深情相拥的路口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落日与晚风，深情的相拥，曾相遇的路口，期盼绚烂很久，最后的借口，失落的相守，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。 Number two，不如。这首歌旋律响起的瞬间，就感觉回到了非主流时期的伤痛文学。结果这首歌就是徐良所在的公司创作的，毕竟这首歌在热歌榜的排名一路飙升，挤进前五，话题播放量已破20亿。这首歌由于旋律治愈，被各大网红歌手翻唱，所有不合时宜的相遇分离时总让人痛不欲生，所以不如就此放手，好走好散。不过千万不要在深夜自己听，不然眼泪偷偷流的就是自己了。气不如交给酒，情不如迷失在掉你的过去，不如任性，不如放过自己，不如就让你满意。可我看到他们说有一对模范情侣，不如我和你，可你说没有真正感动深受爱情，不如就放弃，不如我们拥抱不分手，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，不如这次就Number three， 放空。今年年初，大紫凭借一首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火遍了网络平台，让众人得知。今年四月，他又和 Leo E 合作了一首《放空》，不过最近才出现在网友的视线里。如今现代人是不是压力都太大了？歌词都与空有关，抛开烦闷，妄想四大皆空，思绪慢慢升空，做一个梦，是每一个社畜都爱做的美梦吧。大紫的声音有种魔力，旋律响起的瞬间就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漫漫的长路向前跑，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。放松自慢慢升空，被窝里做一个梦，外面的噪音太多，说什么都 wanna know。 我想要翻过山峰，在乌托邦里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，早已做我的王国。在天上遨游，我不需要飞机，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，琢磨不透前进的轨迹，一步一脚印，把经验都堆积，抚平了伤口，调整状态，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，透过了落地窗，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音。好了，今天的快乐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